张馨予坐台爆料着港怂萨莎的矛盾冲突不断，不过这似乎没有影响到她和李晨的恋情。12月14日晚，张馨予和男友李晨在北京某餐厅约会时被记者撞个正着。有意思的是，李晨当天选择的交通工具不是豪车，也不是摩托，而是一辆电动双轮踏板车。李晨迷恋其中，甚至连女朋友都不顾了。画面中的张馨予看起来着实不太开心，无奈孤独打车离开。一直被坐台风波折磨疲惫不堪的张馨予，自然是希望得到男友李晨的悉心安抚，却没想到自己独自落魄离开，让人不禁感叹这样的男朋友到底有什么用啊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2012预言没来，但是欢乐来了，想看点欢乐的优酷给你我是传奇二欢乐季马上就来了，最会搞笑的优酷牛人也要来了，所以我吴宗宪也来了。